好了，现在的主题是圣灵充满。我在1998年的经历，将我的生命完全的改变。这个布道家从南美洲来的，他安守在我身上，马上我感受好像电流进我的里面，很大的爱充满我的心灵。我就说，哇，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的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按手祷告可以这样经历神，我就非常，当时我哭了很长的时间，我里面真是充满爱，充满感动，我就说我从来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，我以后就多祷告。其实我发觉很多你就是专心的爱慕神，你也可以经历神的。其实在这个之前，他按手之前，我信耶稣的时候，初期的时候，我发觉当我赞美主，当我读圣经，我已经发觉很平安的，很平安。有多少人在这里，当你灵修的时候，读圣经祷告的时候，觉得很平安，很有平安啊，有爱啊，有感动，有力量啊，举手，请你举手。这个已经是神的同在带来的。问题是当时我不知道可以进步，我不知道。如果我可以进步，更多时间爱慕神，圣灵的充满就更强烈。但当时我不知道，所以我没有用很多时间去亲近神。但这个经历1998年，当这个布道教按手在我身上，我感受这个爱，我就非常的感动，我就说原来可以这样经历神，我非常的感恩，我就每一天用很长的时间赞美主，慢慢我就学到怎样用心灵敬拜主。有些人祷告是这样，但是用口说出来，神啊帮助我啊，我需要钱啊，快帮助我，就是说话。他们的祷告是好像电邮，你们是不是用这个名词啊？这个 email 是不是电邮？邮件、邮箱，用邮箱传信息。他们祷告也是这样，神啊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钱啊，我要工作啊，我要读书好啊，我要老婆啊，我要儿女啊，都是告诉神我要什么。但后来我学到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怎样用心灵诚实敬拜呢？耶稣说用心灵诚实敬拜，因为神是个灵，所以敬拜的应该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心灵和诚实包括什么呢？魂，我们有灵有魂。魂包括，那你会写下来，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思想、意志、感情。思想是完全认同神是最好的，神是最美善，圣经是最好的，神的道是最好的。思想，我告诉你，我的思想啊，神在里面充满恩典，神是充满恩典的神，神是欣赏我们的神，一杯凉水给一个小姐都不能不得赏赐，所以我深深的相信神是最美善的，像他所创造的都非常美好。这是最简单的水啊，你喝水也很舒服，是不是？感谢神啊，有水，有空气，你呼吸是不是很舒服啊？深呼吸是不是很舒服啊？神创造都是美善，所以第一个思想，神是美善的，他的道路是最美好的，他的言语是最美好的。我整天是这样相信，神的里面充满恩典。第二，思想意志，我决定完全的跟从神，全力的跟从神，服侍神到我死的一分钟，都是服侍神。我的心态是，我完全的愿意跟从神的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所有的权柄、荣耀、能力都在他的手中。他使人正大强盛，他叫我们有力量，是神这个历代志上29:12。
在他里面有能力，他能够叫人成为伟大有能力的，所以我决定完全的跟从神。第三，感情，我们的魂包括我们的感情。我问你，你喜欢你家中的狗吗？如果你喜欢吗？喜欢。喜欢啊。为什么你喜欢狗呢？因为它很可爱。很可爱啊，也你回家它马上就找你啊，它的摆它的尾巴。是不是神创造的狗啊猫啊都很可爱啊？神造的人也很可爱。其实你发觉人可以有回应的，人可以有回应的，你跟人沟通可以有回应的，可以有感情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与人与狗猫有感情，我们应该与神有感情吗？我希望我们有强烈的感情。我告诉你，我真的与神有强烈的感情。我与我的太太有很强烈的感情，我的太太对我非常好，非常非常好，是神给我的礼物。这是我跟我的太太的照片。是的，她真的很爱我。我有什么麻烦啊困难呢、啊、她都会记得的，她都会问候我的。我有被蚊子叮了，过一天他就问我、啊、现在怎么样啊？啊，你啊在哪里？有些红的疮啊在身上啊，他常问我啊现在怎么样啊？他是整天的关心我的，是神给我的礼物，所以我与他有很好的感情。我一天多次的与他沟通，我也要建立这个关系，这个婚姻。但我告诉你，我与神的关系更强烈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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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神是所有恩典的来源，我们的生命也是来自神，我们的永生也是来自神，我们的智慧能力都是来自神，我们的喜乐都是来自神。所以我就说，我想到神就喜悦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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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想到神就喜悦。有些人说，为什么喜悦呢？我说，你看你吃的食物，你喜欢吗？你吃的食物你喜欢吗？喜欢，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是什么食物？不知道。有时候喜欢，有时候不喜欢。有时候不喜欢，因为不好吃，是不是？有些容易太油了。太油了，好了好了。但我告诉你，神创造的是最好的，是人放了太多油在里面，不是神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但神创造的很多食物是不是都很美味啊？是的。你们喜欢食物吗？我们喜欢食物，也喜欢创造食物的神。所以这个灵的祷告，喜欢神，我告诉你，喜欢神已经去祷告，因为圣经说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。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成家地的高处。所以我整天都想到神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哦，耶稣，赞美耶稣。我是真心的喜欢神的，我喜欢神，神就这样喜乐充满我的心灵，神就这样恩典赐给我，神就给我很多鼓励。例如老师听到神的声音叫他、与我配合，这个是神给我的鼓励，就是说我所做的不是白做，是神喜悦的，我就知道神真美好。所以我与神有很深的感情，我整天思想神千百次，我一天我常常都想着神，我现在也想着神，哈利路亚。我就发觉，当我用心灵这个魂思想意志感情，还有我的灵，整个灵好像飞到神那里。我告诉你，我的祷告是这样的，好像我的灵，好的，我的里面飞到神那里。哦，哈利路亚，飞到神那里。
我每一次这样做，神的喜乐就进我的里面。当天我经历圣灵充满这个布道教会，我安守。后来我回家，我呼叫耶稣，耶稣，我呼叫的时候，能力就流过我的身体，喜乐也流过我的身体。现在也是这样，哈，耶稣，喜乐就涌流。我就说这么美好，现在我祷告马上有回应，所以这个真的改变我的生命，也改变我的侍奉。因为我为很多人祷告，他们就经历生命改变，有喜乐，有平安，身体医治，身体医治，邪灵赶出来，很多的改变，我的侍奉就大大的提升，比以前强千百倍，比以前我的侍奉强很多很多倍。我现在讲的很轻松很轻松，我带领经脉很多人经历圣灵，这个就是神的圣灵的充满的祝福。圣灵充满是什么呢？就是与神有极度亲密的关系。耶稣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哈利路亚，你在我前后弯腰，我安守在我身上，你永远前边服侍我，我感谢你，我享受你，是不难的。有人说是不是很难？我说不是难，因为神已经单方面的恋爱我们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已经为我们死，他已经献爱我们，所以你回应他，他很开心的。就好像我用一个比喻，如果你知道有一个人秘密的爱你，他看着你就在笑，很想跟你沟通。如果你没有结婚啊，还当你是在那个这个结婚的年龄啊啊，你们还有没有结婚？你知道有一个人常常都看着你，看着你就笑，你跟他沟通他就很开心。你就知道你跟这个人沟通很容易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已经单方面的爱你。神就是这样，他已经单方面的爱我们。所以我很相信圣经说的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。所以我知道我亲近他，他是很开心的笑的，他笑得很开心。我这样爱神，神是很喜悦的。我希望你们就心灵是这样敬拜。我就发觉当我用心灵程序敬拜，我就随时经历圣灵同在。也带领人敬拜的时候，他们都很容易经历神的同在，所以我的侍奉就提升。我就发觉这是神的侍奉，不是我的侍奉，是神的工作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负我的轭，是耶稣的轭，耶稣的侍奉。所以我侍奉的时候是很轻松的。哈利路亚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这个圣灵充满就改变我的生命。好了，我们看这个哈，我们一起读哈。圣灵充满，圣灵充满是与神有高度的关系，整个生命献上给神，与神有极亲密的关系，自己在祷告时随时经历神的同在和工作，也能帮人经历。意思是圣灵充满是与神有高度的关系，是真的与他连在一起，整个生命献上给神。有些以为在祷告中经历神就是圣灵充满，我说不是，这个是经历圣灵。你们这两天是经历圣灵，未必是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是圣灵常常的充满你，你常常在神的同在，强烈的同在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一边说话，我里面一边感受神的能力在流动，真的非常美好，哈哈哈哈。神的喜乐就充满，这个是高度的关系。我也将我的整个生命献给主，我的时间都是神的，与神有极亲密的关系，很亲密的关系，而且自己随时祷告都经历神的同在和工作，随时经历神的平安、喜乐、力量、智慧、聪明。
也有耐心，有平稳安静的心，也能够帮人经历神的同在，这个就是圣灵充满。我的定义上面是圣经所说的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下面是我所说的，但圣经也有说的，就是圣灵充满的人，他们可以常常有神的喜乐。圣经有说的，他们又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又有喜乐了。所以圣灵充满带来喜乐，所以圣灵充满叫我们常常有神的同在，有神的工作，然后我们为人祷告也可以经历神。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为人安守，他们也经历圣灵。哈利路亚，你们想吗？神的同在是可以经历的，神的同在和作为是可以经历的。我一起读哈，诗篇三十四篇八节，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你们有尝过不同的食物的味道吗？这个苹果啊，芒果啊，这个 pineapple， 这个 pineapple 啊，是什么？凤梨哈、啊，有尝过有没有尝过这些味道啊？什么味道？凤梨，不同的食物是不是不同的味道？是不是？这你说什么？酒也有味道。主的味道是什么？平安、喜乐、平稳、安静、轻松、有力量。所以这里说，我们可以经历神的，这个是很多人信耶稣没有知道的事情。我以前在信耶稣的时候，教会也没有强调这个教导，没有强调神是可以经历，并且更强烈的经历。当时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可以这样经历神的爱、神的力量、喜乐。所以这里说可以尝尝主恩的滋味，便知道他是美善，投靠他的人有福了。我经历过圣灵的爱，我知道在天堂我会经历的是更强烈，所以我渴慕去天堂，我很渴慕去天堂。但我渴慕去了天堂，我会求耶稣，耶稣可不可以允许我回到地上告诉人天堂是怎么美好。你知不知道有很多人去过天堂回来形容天堂的情况，我很想能够去到天堂，然后回来告诉人天堂是怎么样。我现在经历神已经非常美好，但我要经历神更多。好了，上面都讲到我们可以经历神的平安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然后神也可以给我们安息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耶稣这里来，他就叫你安息。所以很多人祷告就觉得很平安，很舒服。神是可以经历的，你经历到神的同在，你就感恩。你们祷告 有平安喜乐，你就说感谢神，感谢神很平安喜乐。神是可以经历的，是神带来的，是神同在。然后罗马书五章五节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就是爱也可以经历的。我经历过神的爱，我觉得非常美好，我知道在天堂经历更强烈。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去过天堂，他看到耶稣那里有一个波浪涌过来，他不知道这个波浪是什么，他以为这个波浪，因为他刚刚从地狱上来，因为他是紧紧信耶稣的，去到天堂，他以为这个波浪要将他打回地狱，但当耶稣这个波浪来到他那里，他形容的时候也哭。其实这个经历是在他大约二十多岁的时候，他分享的时候是可能是五十岁的时候，他讲到这个经历，他也哭。他说没有人能够预备好遇见神的，有一天你遇见神，神的爱来到你身上，你就说我不知道神的爱是这么强烈这么大。因为很多信耶稣是没有进入神强烈的经历，没有多亲近神，所以经历不多，所以他们不觉得神是这么美好。我经历过神，我知道神是美好。其实这两天我为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你们的经历好不好啊？好不好啊？有没有
平安、轻松、喜乐有没有啊？有的时候你就说很美好，但这个经历是可以加强的。这个人就分享，在网上分享这个经历，我看了非常的感动，我真的很渴慕有一天去到天堂见到耶稣，他的爱涌过来啊！我告诉你， 我一想马上这个爱就来了，刚才这个爱过来，我就感受这个爱过来，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美好。但这个需要你建立与神的关系，建立对神的信心，相信他真的充满爱，然后他也医好伤心人。如果你有伤心，神会安慰你，医治你，神会当你在神的同在。我告诉你，当我小的时候，因为我的父母离婚，我的后母来了之后常常骂我们打我们，我就开始做噩梦，也开始梦游。我晚上走起来就走来走去。我最严重的时候梦游是怎么样了？我在做梦，我在建造一个墙壁，在这个梦中建造一个墙壁。然后我发觉当我建造完这个墙壁，我是站在这个墙壁的里面。你建造墙壁是在外面的，是不是？但我发觉我是在里面，建造了这个墙壁我就不能出来了，我就很怕，我就打这个墙。然后我醒的时候，我发觉我真的将这个墙，这个墙不是在你的墙这么硬的，是很软，我打就穿了一个洞。这个是我最严重的一个梦，这个噩梦，也是在梦中会动的，有动作的。我是在这个情况长大，所以不要以为我是从小在爱中长大，我不是的。我在家中是很多很多的打骂，就是这个情况长大。但神就医治我，神医治我，神祝福我。而且当我为人祷告，很多人都有感动的。刚才这个姐妹也说有些感动其他人昨天也有感动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爱，有这个爱的恩膏。我曾经去非洲，有一个姐妹对我说，昨天晚上我在梦中见到你，你为我祷告，我就经历感动，有爱，有喜乐。然后她没有见我，已经在梦中见到我。其实我有三次这个经历，有些人没有见到我，在梦中已经见到我去那个地方。然后我就为了这个人祷告，他就经历神的爱，神的喜乐。这个是我在放在网上的在 YouTube， 但你们看不到的这个人的分享如果你想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看的，我的手机可以给你看的。这个就是神医好伤心人，他的爱临到我们身上。我们一起读啊，越爱亲近和尊崇神，越经历神的同在和作为。你越亲近神，你经历越大。圣经说信人都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一起读啊，马可福音16:17，信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这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信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主和他们同工，用神迹随着，证实所传的道。我想问你，谁可以赶鬼？神。神，所以这你说谁可以啊？神。信的人要看圣经，看圣经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他们奉耶稣名赶鬼，谁可以安守啊？信人也可以手按病人，病人就被好了。我们每一个信人都可以有神迹随着我们。然后20，主和他们同工，神迹的目的是什么呢？证实所传的道。神迹的目的是帮助人相信神的话语。当我第一次经历神迹是这样的，
我在一个教堂讲道，我问这个传道人，我可不可以为他们按手祷告，他说可以啊，谁愿意就进去一个房间，然后他们进去我就为他们按手。当时我还 不是很熟悉怎样按手的，他们都没有叫他们站起来，站起来更好的，但他们就坐着，我就为着劝举为他们按手。然后祷告完了，我就问他们有没有什么经历，有一个姐妹跳起来，我的腰骨痛现在没有痛了。另外一个跳起来，我的肩膊痛现在没有痛了。这个是我第一次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我没有求医治，就是信靠神他们就得医治。之后我很多很多次的医治，有一个有癌症的人，他说有一个多月他在痛，然后我为他祷告，也告诉他放松自己，轻松喜乐，享受神的爱，然后他在神的喜乐中很开心，然后他说就没有痛了。后来他回家去检查，发觉这个癌症没有了。我也有其他的神迹，其实是神的神迹，所以我鼓励你们相信。但同时我们也知道圣经有说的，保罗出去传福音去加拉太是因他有病，提摩太屡次犯罪啊，不是屡次患病，可以稍微用点酒啊，也讲到啊，特罗菲摩啊，以巴弗提他们都有病，以巴弗提差不多病要死了。所以我们不能说神你必定医治，但我们祷告的时候的确很多人都医治了，这个是我们可以使用的。所以这个是基督徒可以用的，你多祷告，你为人祷告，你发觉真的有人得医治的。然后也可以叫我们平稳安静很舒服。很多人说在祷告好像轻飘飘的，圣经有说的，就是这种肉身也安然居住，我的心快乐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诗篇十六篇九节，因为我们亲近神，就肉身也安然居住。我告诉你，我想着神啊，整个人就好像轻飘飘的，哦，每一次都是这样，非常美好的。我希望你们都是这样啊。也神也叫我们安然睡觉，神所爱的，神叫他安然睡觉。然后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再由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做耶稣的见证，传福音就有能力。我其实会为你们与你们一起操练为人按手祷告，你也可以有能力。起初的时候能力可能不是很大，但慢慢越来越多亲近神，能力就越大。我也解释一下，有些人祷告就会摇动，你们中间很多人都有摇动。圣经有没有说呢？这个我们看一看，这个哈，启示录一章十七节，约翰的经历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般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幕后的。约翰见到荣耀的耶稣就扑倒，其实原文是跌倒，没有说是扑倒，没有说是向前的，就是跌倒。然后扫罗在使徒行传九章三节，他见到天上发光，然后就扑倒，原文是跌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。这里说约翰跟扫罗见到耶稣就跌在地上，强烈的就跌在地上啊，昨天这个王西姆为了祷告，他有几次都好像跌下来，这个是也是真实的，这个是真实的神的能力。但有些人不是这么强烈的经历，可能会摇动。我自己如果我投入赞美主放松自己，这个力量就来到，这个力量就摇动我，这个很明显的。这个是你们也可以多亲近神就能够经历这个经历。这个为什么我说这个经文呢？就让你知道圣经的确有说
圣灵会影响你的身体，因为有些人不知道，他们以为圣灵就是影响心灵，但圣经有说圣灵会影响我们 的身体的。好了，圣灵充满和神迹性的侍奉的恩赐是有圣经的根据的，是圣经有说的啊。刚才我给你的经文就是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奉耶稣名赶鬼，然后手按病人，病人就会好了。所以这个是信的人都可以有神迹。我曾经训练很多人，他们为人祷告也有神迹。我鼓励你们，你们多祷告，然后为你的家人祷告，他们会经历圣灵，你就可以带领他们信主。然后圣经也说，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有血气的，使徒行传20:17，圣灵充满是神的意念还是人的意念？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是神想还是人想？神想啊，神想充满你，因为充满就是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但很多教会不明白圣灵充满，所以有些教会抗拒。我怎样帮助他们？我就说爱神对不对啊？你就投入用心灵程序敬拜爱慕神，你看看有没有经历。我会这样对他们说的，你看看你赞美主会不会经历平安轻松喜乐，有力量在你身上，你有的话就知道圣灵真的临到你身上。不是他们说灵恩派的才有，不是，信耶稣就有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我不是灵恩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灵恩派有相信一些教导是圣经没有说的，我是单单用圣经跟从圣经的方法。怎样跟从圣经的方法？用心灵程序敬拜，越来越可以经历神，按手祷告人可以经历神的工作，然后赞美主爱慕神也可以经历神的工作，圣灵可以帮助人的灵命，帮助侍奉神，帮助传福音。这个就是我的教导。灵恩派有什么教导呢？你们可以听，可能听过的，他们有些时候会说常常有攻击啊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？有啊，魔鬼又攻击我了啊！我家庭有吵架了啊！我有病了，魔鬼在攻击。这句话有没有听过？但圣经里面强调什么了？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践踏可以践踏邪和邪己，要胜过仇敌所有的能力，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的。所以我说，魔鬼会攻击什么时候了？人犯罪就攻击。但如果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我们亲近神，抗拒魔鬼，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。所以不需要怕邪灵的，不需要怕魔鬼的。但灵恩派很多时都说攻击，就令人很惧怕，很惧怕这个攻击。有没有攻击啊？有，当人犯罪就有。当你爱慕神，处理生命里面处理任何的罪，有罪就求神赦免。但有些人说必有罪啊，有罪就求神赦免，尽力遵从神，神就必定喜悦，就必定保守，就不会有邪灵的攻击的。有人说你常常去宣教，又常常为人赶邪灵，魔鬼就攻击你。我说怎么会呢？圣经说我们遵从神传福音到地极，耶稣说什么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怎么会攻击呢？神与我同在，我有权柄践踏邪和邪子，他们不能攻击我的。所以我的信念就是说，神必定保护，就是人犯罪魔鬼才攻击。但在灵恩派中常常说这个攻击。另外他们常常说什么呢？他们好像将问题放在灵的身上啊，你有愤怒，我要赶愤怒的灵，你要怒气，我要赶怒气的灵，就好像问题是在灵的身上。我告诉你，的确邪灵会攻击，但很重要，很多时候是这个人的心没有遵从神。在哥林多后书10章讲到这个
我们的这个征战是将人所有的信义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，拆毁所有的营垒，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，并将人所有的信义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所以圣经说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属灵的征战是将人的信义夺回，让他完全的顺服神，拆毁所有的营垒，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，这个是我们的属灵征战。但他们的属灵征战是什么呢？他们是赶地区的邪灵啊，这个啊，官印的邪灵啊，王他县的邪灵啊，你要离开这个地方，这个宗教的灵啊，离开这个教堂。是不是你赶这个宗教的灵里面 就没有这个啊假的宗教的影响呢？你赶这个啊怒气的灵，他就没有怒气了。他们将责任放在邪灵身上。我会说，我们亲近神、尊重神，魔鬼就没有攻击的地方。但如果人犯罪，魔鬼就攻击，的确有攻击，但来源不是说基督徒就会被攻击，而是有罪被攻击。但灵恩派另有些人常常惧怕啊，是不是有什么攻击啊？啊，你为我赶这个啊，这个攻击我的邪灵啊！啊，人有邪灵，我们应该赶，但很多问题不是赶邪灵，很多问题是处理生命、亲近神与神的关系，也不需要怕邪灵。所以我的教导跟灵恩派是有啊很明显的分别的，而且他们有些是不参重圣经，他们有些时候讲的道很少用圣经，但我是常常用圣经证明每一点的，每一点我都用圣经去证明的。所以我不是灵恩派，但我是圣灵充满，我是跟从圣经的方式去圣灵充满的。关于这方面有没有人有提问呢？关于灵恩派的分别，我就说我们就是圣灵充满的基督徒。什么是灵恩派？如果你不知道就不要担心了。灵恩派是很多时候去看中很多灵界的攻击啊，什么灵啊，很多很多他们教导很多关于灵啊，关于魔鬼学啊，怎样学习，怎样与魔鬼对抗啊，很多不同的方面的，他们在这方面的教导很多，但我觉得很多都不是圣经有说的。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另外的问题。如果你曾经拜偶像啊，这个我也可以为你赶邪灵看看有没有反应啊。其实我可以为你们所有人赶邪灵看看有没有反应，这个是另外的问题。的确有邪灵可以攻击基督徒，因为人的罪、人的软弱，这个可以是神的同在令这个邪灵彰显出来，但如果你多亲近神，这个邪灵就可能已经离开。但我会看看啊，我会其实这样看看。好的，所以这里说神想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少年人见异象，老人做异梦，这个是神的心意。你会领受神的话语的，你们的老师多次听到神的声音，这个是他的恩赐。你们中间有人听到神的话语，见到异象，你可以告诉老师，然后他帮助你怎样更经历神。你也可以告诉我，如果你听到神的声音，见到耶稣的话，我想问你，你是不是有见过耶稣啊？是不是真的？是真的？是不清楚，不清楚啊！你就多祷告，就看看是不是。但这个是的确是有的，圣经说的是有。但我告诉你，灵恩派有些时候也太看重预言。为什么呢？他们会说有一个先知今天来了，你们都来，他们就排队，每个排队等这个先知说预言啊。我会这样说的，很多人追求这个预言是追求什么呢？啊，他们很想先知对他说啊，你啊，今年神会供应你的需要，会将钱给你啊，你会结婚，你会生儿女啊，你的侍奉神很喜悦。他们都想听到这些话。其实这些不是先知最重要的工作，这
这些工作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了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就祝福，我不需要先去告诉我，我尊重神，神的祝福，我相信先知的作用是什么，神只是他要走的路，这个是最重要。但很乱去找先知不是为这个目的，他们找先知是想、啊、神鼓励他、啊、神现在喜欢你啊，神欣赏你所做的，神要祝福你啊，这些圣经已经说了，我已经说了，我们尊重神，神就喜悦。例如你的老师领受这个方向也是这个限制性的恩赐，所以这个是可以使用就来的。好了，这方面、啊、将来有机会再讲更多。有没 有现在有提问的可以问、啊、就是关于刚才讲到约翰的布道和保罗的布道哈，我个人觉得这个是非常个人性和特别性的，就是在圣经里面、然后我个人的感觉就是，如果我们用在今天、把它推成普遍性的布道的话，我还是、暂时还不能接受这一点。其实圣经不是说布道是跌倒，你可以坐下来、啊、另外在但以理书十章，但以是十章也说他见到异象，他就完全的无力跌在地上，这是另外一个例子。另外的例子，历代志下第五章，历代志下五章最后几节讲到120个祭司不能站立供职，因为神的荣耀充满这个殿。所以不但是他们，是很多人，你们中间也有人都很多有摇动。所以这个就是重点是什么呢，就是说圣灵的工作不但是影响我们的内心，也影响我们的身体，也会我们的身体可以感受得到的，你可以感受到圣灵的能力，这个能力加强的时候，你会感受这个力量推动你。这个就是、啊、这个我的回应、啊、圣经说的这四个例子你可以看的。好的、时间到了、啊、好的，我们啊下午再讲，但重点是你们学有这个渴慕圣灵的心，渴慕被圣灵充满，渴慕与神有亲密的关系，也用心灵和诚实敬拜。你们现在转过来，现在就是转过来、啊、在这里，在这里全都转过来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哦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。你们尽量投入，闭上眼睛不要说话，投入，每个人投入。哈利路亚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拿我手机，耶稣在拥抱我，想着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站近一点，喜欢神，渴慕神，神的同在，应该不是了，应该有经历性是了。神会临到我们身上，投入的祷告，专心祷告。耶稣，耶稣，相信耶稣在讲你旁边，耶稣在我身旁，耶稣在我心中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在拥抱我，赞美主耶稣，感谢主耶稣，赞美主耶稣，耶稣真好啊，耶稣我们爱你，我们渴慕你，我们亲近你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你们跟着我去讲，哈利路亚，耶稣，闭上眼睛投入，不要说话，不要谈话，耶稣，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，
我希望你们渴慕圣灵。我告诉你，圣灵充满不是容易得到的，讨神的喜悦是容易的。圣灵充满不是容易，为什么？圣灵充满是极高度的关系，我们必须付出代价才能够建立这个圣的关系的。所以你就相信渴慕 全心的委身于神，神就越来越充满你。所以不要谈话，专心，不要谈话，不要谈话。我一边说，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神你真美好，闭上眼睛啊，神真美好，神真美好，神真美好，你对我真好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你对我真好，神真可爱，神真可爱，神真可爱，你对我真好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神真奇妙，你对我真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赞美耶稣，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天父真好啊！不要说话，不要说话，专心想着耶稣，专心想着耶稣，耶稣我爱你啊，耶稣我爱你，我看中你，我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匍匐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，主我王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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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稣我们爱你，耶稣我爱你，匍匐在你面前赞美敬拜你，主我王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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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主耶稣，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灵，奉耶稣的名充满我们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将我们里面所有的邪灵都赶出来，帮助我们投入的爱主。耶稣帮助我们投入的爱主，真的真理为大，神是荣耀的，是全能的，能凡事祝福我们的。奉耶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个，所有的邪灵拜偶像的邪灵都要离开，所有中间有邪灵的，奉耶稣的名，这些邪灵都要离开。神啊，充满我们，充满我们，更新我们，在我们里面做工，将我们里面任何的邪灵都赶出来，洁净我们的生命。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仰望你，
我们仰望你，神啊，将你的灵充满我们，将里面所有的黑暗的情绪都赶出来，帮助我们全心的爱主，全心全意的爱主，倚靠主，仰望主。神啊，与我们同在，神啊，与我们同在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所有的邪灵要离开，黑暗的权势要离开，拜偶像带来邪灵要离开。哈利路亚，在这个祷告中你有没有什么感受？有没有觉得不舒服？觉得好像有开始你手按在我头上，就感觉有一种电流的感觉，然后就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。奉耶稣的名释放他的灵， 一起祷告，你们投入祷告，你们渴慕神就渴慕， 就投入祷告。奉耶稣的名，所有邪灵要离开。奉耶稣的名释放我们的灵，赐给我们平安轻松喜乐，医治我们的心灵，与我们同在。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我们需要你，耶稣，求你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与我们同在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现在觉得怎么样？觉得你呼叫出来，胸闷的感觉。哈利路亚，就将里面重担呼叫出来。哈利路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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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利路亚。这个不舒服有没有走？你就继续祷告，继续我们亲近神，在神的同在之中，神来帮助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。哦，恳求圣灵充满我心，恳求圣灵释放我，恳求圣灵融化我心，恳求圣灵改变我，恳求圣灵充满我心，恳求圣灵释放我，恳求圣灵融化我心，恳求圣灵改变我。耶稣，耶稣，求你灵释放我们，释放我们的灵，主啊，释放我们的灵，叫我们有自由平安，叫我们有充满喜乐，释放我们的灵完全的自由，帮助我们建立与神的关系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灵充满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赞美天父。神啊，安慰我们的心灵，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心灵，感动我们的心灵，与我们同在，你的爱拥抱我们，拥抱我们，释放我们的灵，感谢天父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是不是感受神的爱啊？神的爱啊，是怎么样？可不可以形容出来了？一想到主耶稣就感动到流泪。这个就是神的爱临到我们身上。我希望我们都建立这个与神的关系。这个就是你真的喜欢神，很渴慕神，将生命放在神的手中，神就祝福你。哈利路亚，感谢天父，赞美天父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了，祝福你们，因为我们时间不多，现在是吃饭的时候，然后我们下午再继续。但你知道一点，圣灵充满不是每个人都得到，经历圣灵很多人可以经历，充满是保持充满，必定委身，必定全心爱主，才会被圣灵充满。